这里有个口，把它打开，把手伸进去，这个位置把它伸过去就可以。一样的，不是一样的。这个位置打一个小花，啊，把它解开，把下面这个位置抽起来搭一下，对吧？这个是蝴蝶外套，把它这个位置呢拉下来，然后往后面，这样子的话就是个背心，来交叉一下，这个是八字，往头上这个一套，它就是一条。有点冷。一塊布咧幾百樣，就這麼簡單。啊，最主要的是它是可以把它當成條裙子來穿，這樣子打開，一樣的嘛，套起來就可以。你穿這個位置把它套起來就可以了。打，你可以隨便一個一百，这个是裹胸，啊，这是一个，啊，或者你这样子把它打开，从中间这个穿过去。直接把它做一个，把它做一个。